哎，黄老板，你这是创啥？你哪会甲你几位三拢搬走啊？总经理真歹势，我敢是小本经营吼，无法度你跳槽。你讲话就讲话，干啥你粗鲁？我伫个敢有可能处理无好势？是，这是当然的。好，准备开刀。煞人的话你哦，你这菜鸟啊，嘛想要甲我在外口做点比？ 相处，啊，谢你哦，唔通磕着边仔神经。我知影。嗯嗯。我真正是足烦恼的啦。你放心啦，你后生哦是天公囝呢，不管拄着什么危险嘛，拢会平安无代志的。有爸爸在天顶甲我保庇哦，放心，没有代志的啦。你有实在的教诲哦。你早就知影。 也是失病的，你拢是我。你若是敢甲我开着吹箫，你也甲我试看卖。你明知我着甲你离去海角食番薯啦！你呀，你呀，来呀，你呀，你看卖。你先消息啊啦！来，来，啊，我哪唔敢？你去问你妈妈，我做一个代志，我唔敢做。你只不过是家辉的零用人，阿不是的亲生妈妈，你何必对一个无血缘关系的养子？ 这样用心吗？其实家辉，阮爸伊上出名的外科哦，即摆几个名声拢伫拍歹去啊咧。袂用的，我真无简单才考到医生的执照，绝对袂当互吊销。根据我了解，这届主刀应该是优质，那变做陈家辉啊。 真爱有成过，山明甲海誓，心永远行做伙。